我是公主，你仲唔下跪？我点解要跪你啊？我嚟送信嘅，又唔系下人。你，我唔准你咁样望我。点解啊？你望到我好唔自在。你系唔系有一种感觉，好似有只蚁喺度爬嚟爬去咁样啊？令你有一种好痕痒嘅感觉咧？你点会知噶？因为头先当你望住我，我就有呢种感觉。你送咩信嚟嘅？哦，呢封信系俾叶继峰嘅。交俾我啦，佢唔喺度。唔得啊，我亲自俾佢。交俾我都一样啫，我系佢，我系公主，佢乜都要听晒我话噶。你头先系咪想话你系佢妻子，俾你同俾佢都系一样啊？系咪咧？你喺度乱噏啲咩？你点解唔讲咧？是因为你和他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，叶继峰是想借朝廷的力量来从建明剑山庄，你亦有你的目的，所以你不想讲出来，是因为你在意中人面前你不想说你是人家的妻子。你不要乱讲啊。我没乱讲啊，我和你一样啊，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了你。你再乱说我就杀咗你。想杀就杀啦，但系我知道你唔舍得杀我。你留低封信，然后即刻走。我离开呢度，但系我嘅心仲喺度。你真系黐线嘅，你走唔走啊？你再唔走，我就困住你。困喺边啊？在你的心里面啊。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。好，我就困住你。忍你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的。我不走，除非你跟他一起走。绑他在后山道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碰他。你饿唔饿？你笑咩啊？我中意笑咪笑咯，你管到我咩？发神经。系啊，我系发神经啊，所以先至会中意你。如果你再乱讲嘢，我就割咗你条脷落嚟。哦，你会唔舍得嘅？成咗亲之后咧，冇人同你倾偈，你会闷死嘅。你呢个人一定系有毛病嘅。你的病都不轻啫，虽然生得靓，但是就被人利用。你再不做回些好事，因着我移情别恋，到那阵啊，后悔就迟了。你知不知道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杀了你的？知道啊，但是你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我啦。你打是情，骂是爱。你越打我，即是越爱我。你用打人这种方法来掩饰内心的恐惧。我恐惧什么？你怕我看穿你的心。即管继续闹我啦！你呃到人，呃唔到你自己嘅。
府呢一个计策实在太妙啦！等将军宝以为我哋已经中咗佢嘅调虎离山之计，以为易继峰会同佢决斗，等佢天柱炉救人嘅时候，再同佢嚟一个迎头痛击。冇错，主人就系呢个意思，所以先至叫我哋故意将大轿抬喺呢度。咁师傅佢喺边度啊？主人嘅行踪飘忽无定，我哋都唔知道啊。系咁，边个看守住天柱炉？系对柏大人。我谂都应该冇问题嘅。主人仲叫小人传话，请闪电大人好好看守易继峰，以防将军宝嘅计谋有所变动，随时通知联络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又留各位啦。真系会杀咗你嘅，你已经杀咗我啦。你话咩话？你带走我嘅心，同杀咗我都冇咩分别啫。逍遥王是不是回来了？啊？你说什么话？我问你，逍遥王是不是已经回来了？你见到武林盟的大轿了？是，但我一直都见不到逍遥王。那即是还没回来了。那为什么他的大轿？师父知道将军宝约你比试是调虎离山之计，等我们以为你会跟他比武，而忽略了天绝炉的守卫。所以他就将计就计，等将军宝以为我们已经上了当了，然后就派重兵屯守在天绝炉，给将军宝一个迎头痛击。如果万一将军宝不是调虎离山，而是要跟我比武呢？那你就跟他比咯。但是师父说不会有这样的可能，因为他的武功比你高出很多，你们根本就不用比。我哋真系冇得比，你话呢？好啦，我要瞓啦，我要瞓啦。咁你咪瞓咯，请你出去。其实我都唔想喺度。逍遥王佢话要我同你分开瞓，你放心，你瞓啦，我系唔会掂你。我真的这么讨厌吗？我应该怎么回答你才好？是讨厌还是不讨厌？但是无论答案是怎样，你都不会碰我的，是不是？
咩女啊？做咩睇人啊？咁靓嘅花樽啊！照夜街风幅图所讲，嗰度门口变咗天柱路。但冇人看守嘅。大家大行需要咩？门后边啦，肯定守卫森严。如果冇夜街风幅图，我谂我呢一世都搵唔到天柱路。逍遥王，你点解又翻嚟啊？我想去边度就去边度，唔到你嚟。你知唔知咁样好危险噶？危险？咁又点啊？你走啦！我偏唔走啊！呢度嘅风景真系靓啊，系吹笛嘅好地方。林安城咁大，你做咩一定要留喺度啊？因为呢度有你，你考虑好未啊？考虑咩啊？跟我走啦！我唔会跟你走噶，你只会阻碍我。我唔会放弃噶。弊啦弊啦，师傅，嗰条大蛇被嗰只老乌龟咬伤咗啊！大蛇唔够乌龟打，你冇眼花啊嘛？冇啊，佢真系俾只乌龟咬到遍体鳞伤噶。唔奇，带我去睇下。师傅，你睇，大蛇唔够佢打。只乌龟太可恶啦，佢总系唔明刀明枪咁样，成日偷袭大蛇。啊！呢位龟兄真系聪明，但点解只龟咁慢都打佢唔赢？唔系啊，佢唔系慢吞吞噶，你睇下，佢仲伸个头出嚟噶，好快啊！
使下下咁快噶，慢都可以赢快噶，只要出招嗰下够快咪得啦。师傅，你睇到龟蛇大战系咪悟出咗啲咩道理啊？其实龟兄呢种打法系极高嘅武功层次，以慢打快，以守为攻，用自己最强嘅龟壳嚟到化解抵御敌人嘅攻击，然后乘机反攻，高招真系高招。找我啊！此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蜡中烧？是不是藥王谷的冰心姑娘啊？在下正是，请问你是？在下华山派陆一光，承蒙姑娘相救，至今未亡。陆公子你好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天绝路，逍遥王捉我们来的，要我们将本门的武功心法写下来，我们不肯，他就困住我们在这里了。这里有很多人啊？最少有二十人在这里，少林、武当、五岳剑派，差不多整个武林都在这里。冰心姑娘不识武术，为什么会被捉来的？逍遥王要抢我的药王宝典，我不给他，所以就捉我回来了。那小蝶姑娘呢？她在混乱中走了，不过她会回来救我的。这个天绝路地方隐蔽，外人根本没办法找到来这里。为什么要敲钟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自从逆天行来了之后，那钟就不停地敲，每日到这个时候都是不停地敲的。逆天行都在这里？没错，他就困在那个仓而已。105 106 107 108呢？喂，少了一下。
俾翻封信我。我要话俾师傅听。你以为咁样做会对你有好处吗？你讲咩话？其实你有把柄喺我手上。咩嘢把柄？你以为我唔知？你同将军宝派嚟嘅人，究竟发生咗咩事？做咗啲乜嘢事？如果俾萧月王知道咗，你谂下，佢会点样？你唔系呷醋系嘛？哼，呷醋？你以为我哋系咩关系？我会咩？唔会，我都唔会中意你。我老实同你讲，我从来都冇中意过你。喺我呢一生当中，我只中意一个人。你同边个一齐，都同我冇关系。咁你想点啊？不如我哋达成一个协议，就当今日嘅事冇发生过。你冇睇过我封信，我亦唔知道你啲嘢。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就系逍遥王。你冇可能认到我师父嘅，你咁做系自取灭亡。唔使你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点啊？一言为定。爱一个人真的可以爱得咁深咩？只有失去之后，你才会真正知道。放咗我哋啊！放咗我哋啊！放咗我哋啊！呢位兄台，食嘅我唔要啦，俾多少少水我得嘛？唔该。小蝶，张真人，点解你会喺度？我嚟救师姐噶，佢俾人捉咗去天绝路啊！如果你一个人就咁入去就救到佢咧？如果救唔到佢，我宁愿同佢一起死。救人唔系话心口揽住佢死住就救，要智取又要力敌。你有办法咩？我有秘密武器。三叔，你已经走投无路。废话少讲，如果你要入去，就先我呢关。
记得，你点会喺度嘅？因为你喺呢一度，所以我咪嚟咯。我上次咁样对你，你唔会怪我嘛？见唔到你就怪你，见到你就唔怪你啦。讲真啦，你生得咁靓，呢度咁危险，你都系快啲走啦。乜你担心我咩？你就当系啦，呢度唔系你嚟噶，你快啲走啦。系咁，你点解唔敢望我啊？因为我见到你咁靓嘅面，我就觉得。你对我有阴谋？做咩啫？你惊我食咗你咩？外面咁多守卫，你点入嚟噶？佢哋边系我嘅对手啊？已经俾我嘅药迷晕晒啦。哦，想唔想走啊？我梗系想走啦。你有办法咩？聪明，上次俾你走甩咗，呢一次啊，你走唔甩噶啦。咁我唔走啦。我真系咁讨厌咩？讲真啊，你一啲都唔讨厌啊。看你自己啊，瓜子面、双眼皮，个嘴又细，着条小蛮腰，身材又好，个性又好，啲姑娘冇一个及得你一半。但系我有心上人啦。你走定唔走啊？你有咩阴谋啊？呢啲灵芝丸可以将你嘅耐力提升几倍嘅。小心啊！估唔到你仲咁关心我。你没事嘛？你不要吓我啊！喂，我对你唔住，我对你唔住啊！你唔好死啊！你唔好死啊！救人啦！师姐，师姐，快啲救佢，快啲救佢啊！快啲救人啦！走啦！嚟，快啲走！走走走，跟住嚟！快啲快啲快啲！跟住嚟！佢点啊？
睇下个伤口，你拧住面先啦。唔使咁紧张，我梗系紧张啦。你唔系好惊佢缠住你咩？而家走系最好机会，我帮你睇住佢。佢系为我受伤噶，如果而家走太过分啦。系，但我惊你而家唔走，迟啲永远都走唔到。你啲嘢以后先讲啊。师姐伤势好严重，冇理由噶。头先见佢背脊嘅伤好浅噶，但系有毒啊。冰心，诶，你唔好掂佢，我惊你会中毒啊。我唔怕，佢为咗我而中毒噶。如果你都中埋毒，边个救师姐啊？佢好严重啊。梗系啦。你而家即刻去买三副最好嘅白山红胆，再加十二两八钱嘅野山人参，等我帮佢解毒啊！我去啊，你睇住冰心。诶，唔得，呢个武功最高，轻功最好嘅就系你，都系等叶公子去啦。好，冇问题，等我去啊！你哋好好睇住佢，冰心，我一定会翻嚟救你噶。师姐。走咗啦，走咗咯。哎呀，会死咧！小蝶、演技唔错啊，仲话唔错，差啲俾佢拆穿啊！你嘅演技咪仲好，佢抱咗你咁耐，都冇俾佢拆穿到。其实有几次我差啲笑咗出嚟啊，系个傻瓜太紧张，至冇发现啫嘛。怪得知你嘅表情咁怪啦，原来夹埋呃佢。哇，差啲露出马脚啊！唔系呃，系个测试。测试咩？睇下佢到底中唔中意我咯。咁你似唔似到啊？梗系试到啦，你睇唔到佢几紧张咩？我睇未必喎。点解啊？你帮佢挡咗一刀，受咗重伤，佢梗系紧张你啦。我都紧张噶，唔通我中意你咩？阿乔都紧张噶，唔通阿乔又中意你咯？所以咧，我仲有后着噶。咩后着啊？咁就要你帮手啦。上次我咪帮过你哋啦，咪一样唔掂。喂，今次好简单噶咋？又点啊？佢哋喊咩啊？冰心佢等唔切，佢为你而死。你大哥啦，你喊得太夸张啦嘛？唔系好夸张啫。你演戏用个心啊嘛，太表面啦。喂，未理咁多啦，呃到佢咪得咯？唔知佢哋两个点啦？以后掂唔掂靠佢自己。对不住啊，冰心，我犯迟咗你，我以前唔知道你对我咁好嘅。如果我知道，我就唔会咁样对你啦。你知道吗？喺呢个世间上，从来冇一个人对我好似你对我咁好嘅。我中意嗰啲女仔。冇一个中意我，我从来未试过被爱嘅感觉。唯一一次就喺天柱楼里面，你为咗爱我，俾人斩咗一刀，我觉得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好感动啊！但系而家你已经死咗，我好傻，我以前冇珍惜你对我嘅感情，我真系好后悔，我好后悔啊！如果俾多一个机会你，你会点对冰心啊？我要一生一世好好咁爱佢，我要娶佢为妻。真嘅？梗系真噶啦！讲过要算数噶，我咩算数啊？你度搞乜嘢啊？本来我系好嬲噶，不过你话你后悔咯，我好心软嘅，就原谅你啦。原来你系呃我嘅，你唔系反悔啊嘛？你呃我，我梗系呃你啦。如果系真嘅，我早就死咗啦。你好想我死咩？我梗系唔想你死啦，但系你都唔可以咁噶嘛。不过你虾咗我咁耐。俾我呃翻一次都得啩？我系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头先都俾你呃到喊啊！而且
我跑咗几十里帮你买药啊！我都真系俾人斩咗一刀啊，而且仲好痛添啊！如果嗰个人斩得准啲啊，我已经冇命啦！如果冇呢一个骗局，我又点知道你真系爱我啊？你真系爱我噶嘛？我梗系真系爱你啊！咁你会同我成亲，一生一世爱我？我真系会噶。听晒我话。冇问题，但系我有一个条件。咩条件啊？你以后唔好再炸死啦，真系吓死我啊！咁就要睇你点对我啦。如果你唔听我嘅说话，以后俾人斩一刀嘅，可能系你嘅。你会唔舍得斩我嘅？睇你点对我啦。哎呀！你唔会再炸死啦嘛？唔会，你唔会再走啦嘛？我唔会，你条颈冇嘢嘛？冇歪度，好痛啊！各位，将军宝唔送啦，请各位路上小心。今日我哋可以脱离苦海，全靠张大侠嘅帮助。以后五大派需要有帮忙嘅地方，我哋武林各派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只要系以武当为敌，就系、是、与天下武林为敌。大家话啱唔啱？啱。大家系时候唔早，请高辞啦，张先生。高辞。你真系要对付逍遥王？我唔揾佢，佢都会嚟揾我啦。你系唯一一个同佢交过手而可以全身而退嘅人。我想问你，我有冇可能打赢佢？讲起嚟惭愧，如果嗰次佢唔系想学我嘅武功，我惊我已经唔喺人世。咁经过几多招之后，你先输？大概十招到啦。所以我谂，如果你同佢打，可能亦难逃一死，除非你脱胎换骨啦。脱胎换骨唔敢讲。不过最近我对武学之道有一种新的体会。咩体会？我以易筋经为基础，再在道家经典道德经里面得到启发。我发觉武学之道不一定是强者角力，只要懂得运用武学的基本原理，再加上大自然相生相克的大道理，绝对可以以弱制胜，以慢打快，以虚御实，以柔克刚。你这个道理讲得很好，但是实行起上来就有点困难。逍遥王的武功是刚柔并济，刚的时候可以自刚，柔的时候又可以自柔。我是以自柔克自刚，但在我心里面并无刚柔的概念。就好像天地初开，一片混沌，一片空明，什么都没有。一片空明，随着对手招式而变化出克制对方的招数，以无招胜有招。那时在天绝路，每日有108下钟声，我在里面领悟到，唔理外面打嘅系咪108下钟声，只要我心里面打嘅系108下钟，就系108下钟。但系你所领悟嘅，好似又系另外一个层次。冇错，如果以钟声嚟作比喻，108响根本唔重要，因为喺我心里面根本一下钟声都冇。好，军宝，你领悟嘅比我领悟嘅仲要高深，我对你心服口服。你那套新的武术理论叫做什么名字？太极。太极？太极是万物之本，所谓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天地万物根本就是太极。好，有机会我真的想看看你的太极。和我一起去对付逍遥王就看到了。我也很想去，但是我答应过冰心要照顾他的伤势的。使唔使咁听话？你有所不知噶啦，佢只系外表温柔，其实系只老虎乸。喂，你后唔后悔啊？有咩好后悔啊？我同佢经历咗咁多嘢，就喺埋一齐，我觉得我更加应该珍惜至啱。嗯，咁你咧？你同全姑娘点啊？咁你先埋我一搭啊！你唔好再诈傻啦，唔系等缘分过咗，后悔都嚟唔切啦。谂下先。如果你见到秦姑娘，代我同佢讲声对唔住啊！我以前缠住佢，令佢痛苦不堪。算啦，都过去咗咁耐咯，几时走啊？我仲要问老婆啊！几时变得唔听老婆话噶？小事由佢作主，大事由我决定。你有咩大事好做啫？我练武咯，你而家武功咁犀利，我再唔好好努力啊，咪变咗你嘅手下败将。好啊，等你练到你名剑山庄嘅剑气，我会好好咁对付你嘅太极，一剑为定。嗯。
姑娘仔，如果你真的在看这一封信的话，那是代表你真的遵守你的承诺回来。你拿信后面的药方出去，照方执药，就可以将体内负心丸的毒性除去。但是你回来的话，亦代表你为他牺牲。那个男人果然真是一个负心人，他明知你这样为他，他还让你回来。这样的男人值得你为他做30年夫婿吗？天下的男人都是负心人，我没说错啦，希望你以后会好自为之，任风老妖。不是他负心薄幸，而是我罪孽深重，配不起他。